别想再靠近半步了。 欠下太多的债。 一定会阻止你们。 姐姐全部搞定了。 让一让，斩浪号现在要出发了。 受下极北之海的寒冷吧。 取胜要多亏斩浪号呢。 让一让，斩浪号现在要出发了，快点把麻烦的家伙清理干净吧。 斩浪号一起就是最强的。
请上，要多亏斩浪好呢。好了，你就放心地把这里交给我，快去休息吧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家里姐，那也算是我的人了。万一有危险的话，姐姐我会保护好你的啦。哎呀，怎么苦着一副脸嘛？说来听听，只要是姐姐我能帮上忙的，就不能算什么大事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家里，那说好了，帮你完成工作以后，我们就出发去港口。哦，你想听海上的故事吗？让我想想，先和你说说哪次的冒险呢？优秀的船长是绝对不会抛弃任何一个船员的。我应该也算勉强合格了吧。我始终相信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的船都不会和我分开的。好了，你就放心地把这里交给我，快去休息吧。